玩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抽个霸王丸，抽这个第一站这个霸王丸，好吧？目标右边这只霸王丸，可以吧？右边这只喝酒的，我把奖励领一下好了。你看红活动的红宝石，看到就很开心，就可以这样子边吃巧克力，然后这样单手吃，然后另外一只手这样看着序号，然后这样轻松输入，然后就领红宝石，就可以开开心的抽卡，真的很快乐，真的很开心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开抽了。那个活动这边，好不好？活动这边。你要详细的资讯这边，为了你们才推荐这个这么好的，而且推荐的很应景吧，情人节刚好可以用，然后接下来大作出很多，或者你要边一直刷拳皇的关卡，就马上补充体力，来吧，我们开抽了，好不好？喝酒吃巧克力，你尿到逆流了吗？不会啦，这个里面还有花生，还有那个焦糖酱，满满的营养，不是只有单纯一个巧克力。你要开抽了，来吧。这个几抽是保底，200抽是吧 ？OK 啊，200抽，好的，恭喜。我今天运气不错，而且我又早上有吃巧克力，我觉得拳皇应该给我力量，应该。100抽内就会出了吧，来吧。没关系，这我们的老习惯啊，一开始先当垫档的，先当垫档的。哎、欸，再一次，来吧！有了，出了霸王丸，出了霸王丸，有哦，有哦，有哦，这纸边的哦，霸王丸，霸王丸。我记得是第五只，是不是？这废物，不来啊！这次我们不要啊，都没有用啊。好吧，再来一次。我要霸王丸啊。没事，100抽内会出，现在才30抽而已，我不慌，再来。怎么借来的？是我自己的好吗？是我自己的好吗？这怎么会那么多？这角色都是我的好吗？怎么借来的？是武器排行榜第一的，怎么会是借来的？霸王丸继续，没关系的，才40抽。
这是我这辈子氪金最多的手游好吗？这是我这辈子氪金最多的手游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双红齐出了，里面一定有一只霸王丸了。这是我这辈子氪金最多的手游好吗？对拳皇满满的爱都献给他了。Shit。不是我们要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快来了，我觉得霸王丸应该快来了。100抽之内我就会出。又来了，一直出怎么不会来？一直出红角。霸王丸轻松出，一定是因为我有吃巧克力呀、啊！巧克力，吃巧克力马上出霸王丸，想要出霸王丸的，请吃，好吧？今天我吃两条，马上出。几抽？50抽还是60抽？轻松出啊！真的是轻松出啊！甜没关系啊，甜没关系，抽出来比较重要。哇，这只很帅，头发好长哦，头发一直晃。霸王丸新角，不错。那我们换抽他的战斗卡吧。他抽到卡才有卖特殊礼包，特殊卡必杀技，特殊卡技能升级章，看一下哦。抽这张吧，好不好？抽这张，换抽他的这个特殊卡，抽他的特殊卡。啊，等一下我会送你们那个。送你们72大条巧克力，让你们也能跟我一样轻松屌抽这个限定角色，然后还能在玩游戏不方便出门，因为现在疫情嘛，马上瞬间补充能量，这个势力架，好吃又好玩又好拿又方便，对，这就是现在最优质的活动，在那个 Seven 和全联已经出了。Seven 和全联的那个 Seven 的是那个红宝，就是我刚刚拿的那个换的给你们看的。然后全家还有莱尔富 OK 是那个今天才出，然后还有家乐福，但是这个很抢手。刚刚不是我骗人嘛，已经有好几位都说出去了，然后结果抢不到货嘛。所以还有除了全家，还有全联，还有那个除全家莱尔富 OK， 还有家乐福。那个全家 OK 和那个莱尔富都是24小时，家乐福可以明天那个趁他开门的时候去排队，好不好？这个Sneaker。自从我吃了巧克力，考试都拿《满江红》。今天的巧克力就是那么狂妄呢。那你要多，你要吃，你是不是吃错了？你有没有吃势力架的？什么攻读生？哪有订阅33个月的攻读生？刚那个几个都订阅超过1年，怎么会是攻读生？外面绕了3家都没有，就是可以去家乐福排队啊！你明天早上7点多如果去家乐福看你家旁边家乐福在排队，那你一定要赶快去跟他们拼一下了。对，你买回来刚好可以一边吃一边玩。一边看实况，完美。
好了，我要抽这个，我已经抽他的战斗，我已经抽他的角色了，我要抽他的那个战斗卡了。橘子暗装安排了33个月之久，厉害。利姆啊，利姆没关系啦，帮我玩，先抽帮我玩就行了。啊！一定是信仰不够波浪符之源。怎么直接出了？怎么直接出了 Matt, I think I got my fantasy nights mixed up. Hey Bill, hey Matt. 怎么直接出了 I'm gonna go. You sure? Yeah. 太神了吧，你这巧克力太猛了。我等一下什么东西玩不过或者什么东西凑不到，我就直接吃一条就马上出了。太神了吧。Snickers satisfies.